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林飞，欢迎大家收看《少林与武当》。那么这一期的话呢，我们用的是李小龙来对阵。对阵啥玩意儿？你这是啥呀？啊，冲绳空手道啊？为啥是冲绳空手道？哎，哎呦，感觉有点厉害啊！不要轻举妄动，小心点啊！哎呦，看到没有？很强。双截棍儿，嘿嘿，我有双截棍儿。哇去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可以挂墙的这个啊！小子挂墙，我也挂。哎，我为什么挂不了啊？哇，我去，可以，这都居然闪开了我。哇！出招这么狠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好险呀，好厉害啊，这个人。好，下一局你可不要怪我，我要用大招了啊，马上就满了大招。来，准备，开始。嘿，嘿，大招。让你这么厉害啊！我可是李小龙截拳道，真的是，看我的，嘿嘿嘿嘿嘿！再来 ，OK， 那我这期节目先到这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